居然直接侵入了驱魔官内部，这怎么可能？让我们将奥斯汀·格里芬的尸体摆在驱魔官的废墟上！哼，抗敌驱魔派！多么迷人的气息，引起毁灭吧！这是国王的恩赐。所有人立刻不惜一切代价，协助龙皓晨前往指挥所！快！ 扫清指挥所附近的魔族！所有人，和我一起支援龙皓晨！